这个季节你可以看到有些品种它还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健康，而有些品种却开始生病，开始产生叶螨的问题。还有就是进入夏季最难看的时期的，这些居多都是以灌木还有就是奇花品种居多。今天就趁着好天气把这个花园整理一下，浇个水，顺便就是处理叶螨这一方面的问题。叶螨没有处理的话，你的整个植株整个会变得非常的弱哦，这是大家的烦恼吧。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。在我们冲水的时候，记得叶面跟叶背这方面要彻底的去把它冲洗会比较好。今天就是轻松一点，没什么样的化妆，你们就忍耐着看吧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冲水，把水珠弄大一点呢？最主要是叶面还有叶背全部都是要冲一冲会比较好，可以抑制那些叶螨繁衍。叶螨它是最怕水的，所以一定要用力的去把它冲掉。冲掉之后的话，让它干燥之后再喷药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在气温非常的高又干燥的时候，最容易出现就是什么呢？也就是叶螨上的问题。叶螨也会造成整个植株变弱，甚至没有好的照顾的话，你这个植株变弱之下的话，不好生长也会死掉的。你们没有发现到品种的问题，有些很容易出现叶螨，有些的话这个时候就开始生病了，有些就非常的健壮，叶片完全是漂漂亮亮的。你看这些切花的话，这一些的话就是叶片上布满叶螨的话，其实还蛮严重的吧这个季节。可是你看其他的品种的话，健壮的就是健壮，没有特别的问题，漂亮的叶面就是漂亮的叶面，没有产生什么样特别的叶螨或其他的疾病。在我们冲水完之后，记得就是要喷药，加强预防才行的，不是冲完水之后就是结束了，没有的，记得要喷药。在我们叶螨去除方面，冲水的时候它整个叶面还有叶背这方面尽量是冲到水会比较好，甚至冲水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叶背这方面把它搓一搓，其实这些叶螨都可以掉下来的哦。记得冲水与喷药都是需要的。还有另外一点，就是在我们种植的时候尽量不要太密集，记得也要做好通风的一个措施会比较好，还有整理整个周围这方面都是蛮重要的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看到好多的叶螨还是什么样的疾病产生，我知道有些人的话就是看到叶片一丑就拔掉，其实对我而言的话我不会这么做的，毕竟这些叶片这些都还能行光合作用，蜘蛛它也是需要这些阳光光合作用才能促使它整个茁壮生长的。所以在我个人上，我是觉得再丑叶片留着没关系，千万不要把它拔光光，若是它自己掉落下来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哦。这些自然掉落的话就是让它自然掉落是没关系的，自己的话就不要去动手给它乱拔，拔光光形成珊瑚，我觉得这不需要的。让你们看一下充满叶螨的时候，你看叶螨把这一些植物的叶片叶绿素营养分整个都夺取了，所以造成这个叶片上变得你看整个营养失调不好，所以叶螨千万不能放任，记得要把它冲水喷药去防治会比较好的，这样子这个植株才能渐渐的茁壮，才不会因此而虚弱而死掉，这是蛮重要的哦。
寻找成功的苗必须要换盆才会长得像这么的大，这是一个月之前所换的盆。我的介质调配里面还会放一些浮叶土，还有大力的赤玉土。我在换盆的时候也是会放一些原肥下去，介质里面这是快慢效型的肥料，如此这些植株才会长得快。针对一些新手的话，你们可以注意看换盆的时候，只要用两手手指夹着这些泥土，就不要弄得凌乱，直接把它安置于刚刚所挖的洞里面即可，这是非常的简单。记得花牌也要插上去。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做个拍摄，你们再注意看我是如何做的。用食指中指夹住这些小苗，我的扦插苗这些根系都是养得非常的壮了，所以换盆之后它的成长是非常的快速的。记得整个盆就是要把水浇透才行，而且要确认一下底盆这方面是否排水顺畅，千万不要有堵着的现象，可以从盆面上面好好的做确认。你看这些没有积水的现象，这才是正常的。所以扦插苗要尽速的换盆，你才会看到这么茁壮的苗开始成长。其实我的做法是非常的简单，换完盆之后就是让它晒晒太阳，让它的叶面行光合作用。夜盲确实是非常扰人，我相信种玫瑰的人都有这个烦恼吧。是的，叶盲这方面的处理其实也是非常的多，你除了冲水之外的话，你还是必须要喷药的。还有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怎么做呢？有些人就是把这个植株把它倒掉，整个浸泡在水里面哦，让它浸泡一阵子之后再把它捞起来哦，去把它放在一个通风有日照的地方，这方面也是预防叶盲的一个方式。还有就是一个邮寄的喷药，这方面也是一个方式。好，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讲解就是换苗消苗这方面的换盆，还有就是叶盲这方面的处理。我个人上的建议是觉得玫瑰并非很好种，假如说你嫌麻烦的话，那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健壮比较好种的，也不怎么打药的，这个品种会比较适合你。一般比较需要照护的这些玫瑰的话，其实也是花时间也是花钱哦，这方面就是靠你自己的一个努力的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是大概介绍到这儿，我们期待下一支影片见吧，拜拜。